娃娃跟我说，大声一点。好，谢谢爸爸妈妈这三十几年来的改变，然后教导，然后我也家成立了家庭，我也很跟然后一起用心的经营，然后谢谢。啊，好，一杯喝一杯。谢谢爸爸妈妈，那天养育那个文心之恩。那这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你们也支持我们，也很赞同我们。那未来跟文心结婚之后，回家我会好好对她，然后不会让她受委屈。感谢爸爸妈妈对我这样的照顾。爸爸有什么话要跟新娘？谢谢嗯，爱人啊，支持人啊。我希望他也能好好对他，对他，就给他一些那阿弟啊，那想法都要想好，是，不是能够照你的意思的话，希望你能够迁就一下啊，要互相沟通，互相沟通，迁就一下。妈妈要讲什么话？爸爸讲就好。好。开心发财又长钉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反正时间很快。等，慢慢走，前面可以拉一下长裙吗？因为那个阿姨，我要教她怎么拉裙子。我来，阿姨啊，拉这样。一只脚先跨进去，然后先不要坐，先不要坐，Thank you.
大家详细听哦，来，我点嘛，你点要唱，你要点嘛，来，我来点听哦，点姐妹，大姐点大听哦，来，一对大姐点大听，好来，金金在播我大听哦，听听顺顺。有好名声，好无？谢谢。后来，予咱这个王家子孙，大家平安顺利、顺心啊，财源财富，赚几家伙哦，啊，家家顺顺拢过状元哦，好名声哦。一拜天地，一拜天地，成夫妻，两人结缘拜天地。男女姻缘天数会，感情永远甜甜蜜蜜。
花童一步一步向前，揭开今晚最甜蜜的序曲。所有的美好，将我们在此，也要邀请在场的所有嘉宾，你们热情的掌声不要忘记了。还有我们今天最可爱的小花童。然后我们今天最热情的掌声，欢迎蓝风主持人。今晚是特别的时刻，爸爸妈妈也特别踏上了这个红毯，除了成功参与的甜蜜时光，也要将所有的祝福献给自己的宝贝人。让我们一起欢迎元芳的爸爸妈妈一同来到现场。今晚是自己宝贝女儿最特别的时刻，爸爸妈妈也特别穿着奢侈的西装，精致的礼服，来为自己的女儿献上真挚的祝福。也感谢在场的亲朋好友，这么多热情的掌声。属于他们最圆满的时刻。今晚的女孩看起来格外的美丽，每走的一步是她踏向幸福的那个路途。我们要邀请在场的各位嘉宾热烈掌声跟称赞，一同来欢迎最甜蜜的小两口。曾经两个人手牵着手一起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快乐，而在往后的每一天里，他们也将会心贴着心，一起开创属于他们更多更美好的未来。三个伟人高举酒杯，祝福他们永浴爱河，永浴爱河了。现场的所有嘉宾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酒杯举得越高，代表你的祝福越浓厚哦。希望大家几乎不会朋友们高高的酒杯祝福眼前的小两口百年好合，永浴爱河，请干杯。鞠躬，谢谢你们今晚的莅临，希望你们今天吃得开心，也玩得开心。特别掌声之声，拿起心感激，高方嘉奖，入座鞠躬。
好，来三二一。